好，真的能够雨过天晴吗？下了好几天的雨，今天看起来天气终于比较稳定。那么在这几天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，从今天开始，新竹以南天气好转，午后天气放晴，各地开始也恢复稳定的天气形态。在新竹以南甚至看到了阳光露脸，目前中南部有33度高温，台北也有29度。明天开始呢，各地也都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，但是山区午后还是会有雷阵雨发生，也提醒您注意。